call. Sure, you so?再射，那是好多钱呢？这个便宜不是单反，数码相机。哎，数码相机。数码相机好钱呢？如果不晓得行情的人的话，他要3300、3400样子，我买3000块钱。这个镜头孔。一套长焦距。一套的啊。长焦距相机，它是一个根基。是啥牌子？那个富士 HS2。不是 HS2。哦。HS2。哎。HS2。哎，网上买的吧？在网上看好价格，然后在实体店买的。HS2。啊行。你看这个一下。一下嘛。谁好多年都没线。啊？谁了好久没线？电池数码电池。这个充电电池，一共可能如果是拍视频的话，90多分钟，最高会给你视频嘛，分辨率。照相的话，可能要15个像。可以，那个可以，长焦距30倍变焦。